这个茉莉花茶呀，是特别新鲜的啊，它是和我以前很早喝的那是一样的。现在在这儿你买不到这种茶叶，买的那茶叶都应该是接近的。当然，到这个台湾那个叫嘛茶叶店。那儿可能会有一些高档的茶叶可以买，是比较贵的。但是这些茶叶哈都是挺好的，这些黑茶叶挺有特色的。哎，但是我现在主要喝这个，这都搁了多少年了，这想不起来喝，就是都挺好的。哎，喝这个呢，就是以前喝这个，现在呢。喝这个呢，就比较多了。